就搁这儿吧。您平时打左胳膊还是右胳膊呀？右臂。右臂，右臂，好嘞。我虽然学过专业护理，但是给倪爹爹您打针，我还是有点怵得慌。倪爹爹，咱打针了，手上把东西放下。 这是什么呀？这本书花费了我一生的精力。张之洞，晓得吧？知道。正是因为有了他，才有了生平第一次起飞，卢汉铁路啊，汉阳造，张公地，开封齐仙河。 李元洪啊，迷迷糊糊啊，就当上了临时政府大元帅，也算是另类传奇吧。平时多读读历史啊，你就会明白，武汉啊，是个很神奇的地方。啊，李爹爹，咱们打针了。我们湖北人。 有可上九天揽月，下五洋捉鳖的韧劲啊！区区打个针，不要那么害怕。哎，都说武汉风光好，黄鹤楼啊，琴台，哎，东湖，要我说，武汉最亮丽的风景，就是武汉人噻。